我是陈彦荣，证券顾问15年，拥有证券期货双证照，独创 A 指标倍数操盘，对称支撑是底部，对称压力是头部，让您不再追高杀低，倍数获利。致富热线02-2389-8739，02-2389-8739。欢迎收看股市 A 指标，我是彦荣老师。那么今天台股果然大涨。我记得我在礼拜三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，我说这个盘随时随地要在长红，还记得吗？结果连续昨天大涨长红，今天再度的长红了。那另外呢，我在礼拜二也跟大家讲，好，我认为这个盘有机会呢，可能继续的压空，然后再涨两个月以上。目前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呢，整个局势呢是越来越明朗的。那当然目前这样的一个盘势呢，走到这个位阶，那后续上有大涨的机会，时间上还有，但是下礼拜的操作上呢要特别注意，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呢？好，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张这个大盘的解盘。我们今天把大盘的解盘挪到最前面来。好，那么大盘的部分呢，我的看法，震荡完之后呢有机会再涨两个月吗？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理论基础成不成立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啊，过去这个地方的一个上涨，我跟大家提醒过了。那么这个是3月19号，好，3月19号。那我在这一天我是怎么告诉大家的？我等下会提出证明。那结论是我当时提醒大家要全力做多，那果然一路一路拉上来。那前两天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我告诉大家，我说这个地方还是要继续的上涨。好，我怎么讲的？你还记得吗？好，那么当时呢，我在这个低点区呢，怎么跟大家提醒的？还记不记得？好，这个是当时我跟大家提醒哦，包括在三月，好，我们提前来讲，包括在3月18号美股的收盘，我在3月19号跟大家讲，我说美股这个现象不一样了，为什么？因为-0.20。没有创低点，前面是-0.21，我说对称支撑了，对称支撑了，结果美股涨多少？美股涨了6500点上来，涨了6500点上来。那甚至呢，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看到什么？我们看到在整个大盘的部分，好，大盘的部分啊，大盘当时彦荣老师呢，在这个低点区做了提醒，好，提醒完之后呢，那么从这一段呢，3月19号的提醒，我说美股不一样了。好，美股对称支撑了吧？当然不一样。果然一路一路涨了多少？2400多点。那甚至前两天在4月21号、4月22号，彦荣老师怎么说的？好，4月21号这天，我说关键点守住，再涨一个月以上，再涨一个月以上。这个是在4月21号当天节目的一个提醒。好，当天节目的提醒是不是？那果然呢，在这个地方啊，一路一路的涨上去了，是不是？那现在呢？现在的看法呢？现在的看法啊 ，A 指标数据在今天啊，那么我录影的时候呢，指数可能更高了。那我当时印制卡的时候，资料是10972 ，A 指标数据在0.04。好，0.04呢，一般惯性在越过前高的时候，它会震荡。好，它会震荡。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包括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提醒，前面为什么会上涨哦？那包括在最近的一个提醒，好，最近的提醒，4月21，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做提醒？好，那么6日 RSI 的观点，6日 RSI 来到50了，回测前面两个低点，我说这一只看不见的手，隐形的手，好，那么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撑盘的动作，所以你不要管营收，不要去管季报，因为它就是要上涨，哎，果然上涨了，对不对？那甚至呢，这个地方为什么会震荡？我们回到刚刚谈的话题，为什么会震荡？因为 A 指标数据只要拉到前面的高点附近，它会进入一个所谓的一个震荡格局。它会进入这个震荡，那这震荡的时候呢，并不代表看坏，而是什么？而是涨的主角，男主角、女主角要换人，要换人。那涨多的股票，大部分涨多的股票，可能你就要记得去收割，你就要记得去做收割的动作。好，全国好朋友们，所以今天呢，彦荣老师呢，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做提醒哦。那么它可能要震荡，可能要震荡，但是会变坏吗？我不认为。A 指主力成本线，正乖离小幅缩小，离零轴还很远，好，所以呢，多方的气势还是在的，好，多方的气势还是在的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啊，我们提高警戒，但是不用看坏，不用看坏，涨多的先收割放口袋，
然后转进什么？转进不会涨股，为什么？因为有机会涨两个月左右，为什么呢？好，我前面一直跟大家谈到，我说不要因为 K D 值靠近80就自己吓自己，好，这个地方机会非常非常的多，那特别是 K 靠近低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去买股票，真的非常强，你看到没有？连碰都没有碰到，直接上去。所以呢，近期如果震荡来碰的时候才第一次，那甚至在过去的经验当中啊，它在 K D 值的部分呢、啊，那么一旦越过80之后，去年的9月9号站上80之后，涨了两个月，涨了快要1000点，涨了快1000点。所以这个地方我认为震荡完之后还有机会涨两个月，好，只是下礼拜的操作你要特别特别的注意，要去做调整持股的动作，这样知道意思吗？好，全国老朋友们，所以呢，当然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，那么你觉得燕荣老师这样的操作赞不赞？好，赞不赞？你觉得燕荣老师啊，在这个低点区啊，3月19号这一天呢、啊，最低点当天呢、啊，我告诉你说美股不一样了，美股哪里不一样？美股对称支撑了，结果嘛，美股涨多少？涨6500点，涨6500点。你觉得我这样的提醒，最低点的提醒，那一路拉上来，然后杀下来之后，很多人告诉你说要下来筑第二只脚的时候，燕荣老师直接告诉大家，我说至少再涨一个月以上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理论基础，因为你看得到的支撑。都已经看到了，是不是啊？因为这个好，那么已经接近要越过80了，那这个地方的话呢还要再涨，你觉得我这样领先提醒你认同吗？你觉得燕荣老师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你赞不赞成？那你要不要鼓励燕荣老师一下？假设你要鼓励燕荣老师的话呢，我欢迎大家到群组来跟我留言，老师赞哦，哦，这样子我就很开心，好，我就会继续觉得充满着活力来继续为大家打拼。那如果你不怕肉麻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在我的群组当中留言，就是爱你9420，好，9420，如果你不怕肉麻的话，那当然这对我来讲都有不寻常的一个意义，有很大的鼓励作用。好，全国老朋友们，所以我今天啊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档标股，今天分享一档标股。那么这档标股一开始呢会有很快很快的速度，好，就像这个礼拜啊，这个礼拜我们在4月24号上礼拜五呢，在 Telegram 群组当中，在 LINE 群组当中公开的邀请大家的股票，它叫做广定，这礼拜拉了16%。那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的话呢，你会领先的做买进，那么总共拉了18%上来，它一开始会有速度，那接着呢可能会有很大的幅度，甚至让你有大笔收割的这个机会。那所以呢，今天怎么样的拥有这个标股呢？它叫什么名字呢？它就叫做五月份的最标王标股。五月份的最标王标股呢，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，它一定是五月份最标最标的股票。那请问如何拥有呢？好，请问燕荣老师啊，在这个群组当中啊，不管是 LINE、啊、不管你是我带群组的好朋友，还是 Telegram 群组的好朋友，你都会看到。那么燕荣老师是哪一天提醒的呢？哎，请大家赶快去翻一翻，好，去翻一翻你的答案哦。那么燕荣老师哪一天提醒的呢？是4月24吗？还是4月21？还是4月22呢？那当然这个答案呢会在节目当中，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哦。好，今天啊来登记一样10个名额，打电话进来登记也可以，或者呢您可以加 LINE 群组进来，或是加 Telegram 群组进来，那原本是好友的一样可以直接留言。怎么留呢？好，答案看是哪一个，然后呢空一格留下联络电话，然后呢将会有专人直接来跟你通知是哪一档股票。全国的朋友们，那当然记住哦，不是说你留完你就得到这个股票咯，不是的哦，而是要怎么样，有10个名额，所以你要比的是一个速度，这个速度要快一点。好，全国的朋友们，很开心我要来跟大家分享，同时也恭贺我的会员朋友们4月份百万增值大获利。我一再的强调，当我们跟着燕荣老师每一次赚10%，每一笔跟单赚10%，假设你有100万，在10笔之后呢，你就有自己有机会变成200万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？百万增值大获利，周周收割，真开心啊！这是4月份，这个是4月份的第一周所做的操作啊，代表做你看到的这个中裕还有宏康，这是细尾分的第二百哈，第二个礼拜你看到了博智啦、昌河啦，这是我们代表作啊，这是第4个月的第3礼拜。好，你看到这是历程啊，这是原展。好，那不要忘了哦，第三周啊大盘大跌了570点哦，我们依然逆势获利，而且真正只有买了这两档股票，
是不是？那甚至你看到什么四月份好，四月份就是今嘛，第四礼拜做什么？做广定、茂林、原相、精彩。如果你眼尖的人，你会发现，哎，这不就是老师参加《经济日报》投资竞赛啊，这个持股的组合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如果你是我的会员，那你都会领先去做布局，领先去做布局。那当然，你有加入群组的彦龙老师，三不狗是呀，马歇给你叫过去嘞。好，好比我在4月24号，我就直接跟你讲了茂林跟广定啊。好，我相信呢、啊，大家都可以为我来做见证。好，全国的朋友们，所以今天呢、啊，百万增值大获利。好，请大家务必要跟上母亲节的专案来预约啊，五月份百万增值的这个机会。好，全国的好朋友们，错过了四月份百万增值机会的五月份呐、啊，那么五月情关怀心母亲节专案呢、啊，要来跟大家分享母亲的这个喜悦。那么预约五月份百万增值，我发发发发发发，这样知道意思吗？好，全国的好朋友们，所以呢，当然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为什么我每一次出手，我只该出手，咱就是要来个大谈的？为什么？因为方法，因为这个模式，这个模式很重要。你想一想，为什么郭台铭先生他会去到处去并购一些产业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想再花时间了，因为他要直接复制某个产业的一个成功经验。所以这个逻辑观念跟我们参加投顾是一样的。好，那么你呢？因为没有方法，那自己做呢？可能就像这个郭台铭先生啊，他可能不想再花这个研发费用还有研究的费用，那这个可能很难估算，所以他直接呢就并购，好，并购把这个成功的模式直接拿来用。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当白老鼠啊，好，不要自己去试啊，这样的话呢可能你钱拢了去啊，而且方法也没找到。所以重点是什么？成功模式很重要。很开心，假设你相信我的话，假设你跟着我的扣讯，我们这个方法都已经找到了。好比说四月第一周的代表作，你看到了宏康，你会发现我买一档股票，我都是拿一个银行客户给扣下去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成功的模式我们找到了。这个成功的模式是什么？好，这是四月一号呢，我跟大家所做的分享叫做英雄铁第一棒。好，这是四月一号，你看到 A 指标数据创高点，然后主力成本线呢拉高之后转折，你就要去做买进。好，那我们看看这档股票是哪一档呢？好，没有错，这是同一档股票，这个叫做四月一号所分享的热映。好，这是我跟大家所做的分享。哎，果然大标上来了，果然大标上来了，是不是涨多少？一共涨了6只涨停板的空间。你发现你赚多少？你4天的时间，你可以跟着我先赚到37%。这37%代表什么？可能是5年的费用，5年的会费。所以你说老师啊，这会费赚得回来吗？看你跟谁啊，如果你跟的是彦龙老师，哎，那这个机会点个把人弄破，赶快哦，这样知道意思吗？好，全国老朋友们，那四月份第二周的代表作，它叫做8155的博智。好，博智呢是我在四月份第二周的代表作，你看到没有？2天的时间，一个又17块给你呀，拉17块给你。方法是什么？赶快呢 ？A 指标数据创高点呢、啊，然后主力成本线它会先有一个拉高的动作。好，告诉你，我转强喽。下次转折你一定要来哦，怎么来呢？主力成本线转折向上，它就会攻击，那我们就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买进，它就会很快就让你有收割了这个机会。全国的朋友们，这是第二周的代表作。好，你会发现呢、啊，假设你能够跟到这个的话呢，你可能是上班族啊，那上班做辛苦的啊，但是这个薪水一年长你都没加过啊，啊，若有加，那是3%、5%，1000、2000，啊，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哎。啊，这个定存单 的这个利率啊，越来越低呀、啊，啊，所以都没有用了，怎么办？每个月赚的钱呢、啊，好像都不太够用了，怎么办呢、啊？好，当你跟到类似这样的扣讯的时候，他给你速度的感觉，他真的给你周周收割那种感觉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真的开始会有存款的，这样知道意思吗？好，全国好朋友们，那第三周的代表作，第三周最特殊，大盘落570点，但是我。买了两档股票都大标，包括历程涨7%，包括元展它涨了24%，好，这个地方买进的，结果涨了24%上来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一样啊 ，A 指标数据创高点啊，然后主力成本线拉高拉大距离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，我转强喽，你要赶快来跟着彦龙老师买进哦，什么时候买？转折出现翻红的时候，你就要买进，那这个就是你的，
这个就是你的。所以各位好朋友们，好，各位长辈，好，各位阿公阿嬷，各位阿伯阿姆，或许那是要欠什么欠这个退休金啊，像这样退休金就可以慢慢慢慢存起来，每一档都可以帮我们，诶，也许呢，让我们提前啊一年两年退休啊，是不是？那你跟着叶龙老师跟着一年，你就发现呢、啊，诶，每一个月让你提前赚到一年两年的退休金，那如果你跟一年，诶，会不会赚到一二十年的退休金来提前退休呢？好，你说这个机会棒不棒呢？全国老朋友们，扎扎实实，这是领先预告的。这是我在4月20号的 Telegram 群组当中所做的提醒的相关概念的股票，我在我的扣讯当中也直接的点名出来的，全国的朋友们，所以你要不要我的扣讯？你要不要来加我的好朋友呢？所以当然今天很重要很重要的是什么？这个礼拜最开心的单周获利18%6441的广定，6441的广定，好，第四周的代表作广定怎么来的？一样啊。哎，指标数据创高点呐、啊，它会先拉一个高点，告诉你说，哎，我转强喽，你一定要跟着买哦，你可以在这里买，好，然后或者是在这个地方做买进。那我在4月24号当中啊，也就是这一天当中啊，我也做了一个提醒，然后连续涨了一个礼拜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这样可以赚多少？100万，一个礼拜的时间可以赚到10几万呐、啊，是不是？那你觉得你的大额房贷？你还要再有子孙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你相信燕龙老师，我们可以像这样子一笔一笔的累积，然后把你的房贷每一次利用大额还款的方式把它还完，这样就不用再留子孙的，这样知道意思吗？好，全国的朋友们，所以你会看到燕龙老师呢再一度提出预告的证明，4月24号所预告的茂林啊，好，那么包括你看实权，它在昨天涨停板呢、啊。昨天是4月29号，我在4月24号就跟大家预告了，有没有？科嘉昨天也是涨停板，我在4月24号就跟大家，好，4月24号就跟大家做预告了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那包括这个茂林，好，还有这 M31，当时提醒完之后呢，涨了17块、18块上来，广定也是一样，是不是？全国老朋友们，所以今天呢，燕龙老师要跟大家证明什么？证明我有这个能力可以跟大家预告，为什么？我有方法，每次的方法都一样。A 指标数据创高点，转折出现做买进，有没有？好，包括你看到的原展 A 指标数据创高点，转折出现你做买进，是不是？脖子也是一样，转折出现做买进，通通都会大标。所以全国老朋友们，所以今天当然燕龙老师呢很开心呐、啊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4月份百万增值大获利，4月份百万增值大获利，我跟大家提醒的，为什么能够百万增值呢？为什么？每一档股票只要获利10%，当你有100万的时候呢，只要跟10比，它就会变成200万，很开心。我在3月底4月初跟大家做了邀请，4月份呢、啊、达标了，4月份达标了。那假设你错过了4月份我的邀请，我希望这次你别再找我来，我希望你这一次你今天你要把握什么？母亲节专案，五月情关怀心母亲节专案，要跟您一起来分享作为一个母亲的喜悦。那么预约5月份百万增值的这个机会，那么今天呢、啊，把握这个机会，发，这样知道意思吗？好，全国的朋友们，今天这档标股呢，你务必把握5月份五月情关怀心，那么母亲节专案，那么下一个百万增值的机会就从这一档标股开始。5月份最标网标股，它一定给你速度的感觉，好，它一定给你这个幅度的一个感觉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当然今天包括我在4月24号跟大家所提醒的，好，记住要跟你考试的4月24号所做的提醒叫做广定，是4月24号提醒的。那么在这里的话呢，这档标股呢一样会有很快很快的速度来做狂飙。那今天呢，你只要回答到底燕龙老师是在哪一天跟大家所做的一个提醒，然后呢这个标股你就有机会带回去。那如何来得到这个标股呢？好，您可以打电话进来，打电话进来来回答这个答案，好，那么有机会带标股，或是赖进来加我的赖群组当我的好朋友的，或者加我的 Telegram 群组当我的好朋友的，那这个标股呢就可以直接带回去。但是记住哦，要怎么回答呢？好，第一个，你在赖群组或者 Telegram 群组当中写下来，假设是这个答案，然后空一格留下联络电话，然后呢在群组当中按送出现，那这个登记程序完成。但是按阿伯哦，阿伯哦，阿伯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只有10个名额，所以速度一定要快一点。
好，速度一定要快一点。所以，全国老朋友们，分享五月份最标王标股，那么这两标股一定会狂飙，因为模式现行一样的股票，每一档都大飙，所以这个机会务必把握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档标股啊，当你跟着我滴滴的买进去之后，它有机会怎么走呢？它真的有机会涨停、涨停再涨停。拨电话，明天见，谢谢。爱从遇见你。小时候，妈妈总是尽心呵护着我们，只想给儿女最好的。长大后，看着年迈的母亲，想为她做点什么，启发动你想体恤母亲的心情。诚挚推出五月花方案，让康乃馨温暖全天下的母亲。母亲节特惠专线02-2389-8739，02-2389-8739。欢迎来到启发投顾 YouTube 频道，喜欢老师的解盘影片，记得按下订阅，打开小铃铛。手机的朋友在右下角按订阅，也要打开小铃铛，才能及时收到老师的台股解析哦。欢迎按赞、分享、启发，祝您财运亨通。欢迎加入股市 A 指标陈彦龙老师 LINE 生活圈，低阶不追高，波段倍数获利。持股集中，带进带出，涨停涨停再涨停。欢迎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JUK2515J 或扫描 QR Code， 让陈彦龙老师带你成为波段赢家。欢迎加入股市 A 指标陈彦龙老师的 Telegram 生活圈，低阶不追高，波段倍数获利，持股集中，带进带出，涨停涨停再涨停。Telegram 请搜寻 JUK2515。加入股市 A 指标生活圈，让陈彦荣老师带您成为波段赢家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